这个吧，这个不行啊，这小伙子，一天7万都能没问题。7万的？那你知道？老铁们啊，就是让这帮施工队给我盖房子，这房子也好盖着，这水泥房，这质量能够过吗？是，多少刀一捅就完了，这还行吗？车子动了吗？是吧？ 来，赶紧跑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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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赶
你们会过来住吗？